在北京城以北约30多公里的郊区，有个文化人士聚居的村落，上苑艺术家村。这里住着一群以画家为主的艺术家，另外还有诗人、教授、艺术评论家、收藏家。他们远离城市的喧闹，过着半隐居的乡村生活。艺术家聚居的现象从90年代初在北京开始，逐渐在各地区发展开来。自95年开始，就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人陆陆续续搬到上苑来安家落户。申伟光就是村里第一户入住的画家，加上他为人热心，大伙儿都戏称他做上苑村的村长。就因为我从小有个情节，喜欢有山有水的地方，从内心里边比较愿意贴近一种大自然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我也愿意就是说过一种相对的半隐居的状态，这是一种心理需要。还有一个画，对一个画家很重要的一条，就在市里边很难解决，就在城里边啊，就很难解决这个大的工作室问题。因为我是画油画的，画油画一般有时候画比较大，有时候画是5米啊、6米啊什么的，有时候高度啊什么的，就是市里边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。所以这样，每个画家可能都希望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工作室。艺术家村所处的是一块依山傍水的灵秀宝地，景色优美。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底下所孕育出来的是淳朴的民风。这个地区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，从唐代在这里建造古城，到明朝皇帝册封此地为皇家园林，赐名上苑、下苑。在村子周围可以看到各种果树和上百年的柿子树。现在的上苑和下苑村只不过是一路之隔，各住着上百户人家，主要是以农为生。渐渐的，当越来越多的艺术家迁移到这块土地之后，村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转变。那因为我来了以后呢，就等于是就是很多的朋友啊，还有包括很多比较追其他的画家来看我来玩，慢慢都喜欢这地方，慢慢就开始就是说，哎，就是又买一块地，慢慢盖房子嘛，就慢慢就形成越来越多了。一开始呢，村民呢，对这些人来呢，还是比较欢迎的，因为呢，这些人来了以后呢，给这村里呢带来了一定的实惠。他们一来了以后，拿这地方买断以后呢，盖起小别墅，盖起工作室，公共卫生环境就改变了。我们呢就通过这些个呢朋友来了以后呢，给村里头修路、电力改造，是吧？老人上保险，独生子女、父母上保险，这都集体拿钱的。这都是哪儿的钱呢？这都是通过这些画家。从文化这个方面的角度来讲呢，它也给村里边呢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。以前的村里边吵吵闹闹的，现在好得多。跟俺们之间没有什么摩擦，还是挺好的。他不好还不来呢，来了好多呢，是画家。我们东头呢租房子，什么开饭馆的、开小卖部的，都挣点钱，多点收入。最早嘛是飞地艺术坊的进修生，因为我刚开始到这里来画的时候，就感觉这个气氛很浓，所以说我留下来了，在这里开餐厅，又可以做自己的创作，又可以跟这些画家交流。同在一个村子里生活，王启昌也因为受到周遭艺术气氛的感染，逐渐对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。他平时喜欢到各家各户串门，和艺术家们喝酒聊天，谈论他们的作品。他还笑称自己是第一批评家呢。我到他们家都是朋友家，都是朋友。我不管是谁家，我不管他这画画的好与坏，我认为他这画好，我就说好；
我认为他这画不好，我就可以说不好。你比如说老申这画，我就不喜欢，因为什么呢？这画太抽象了，是吧？我不管他喜欢不喜欢，我说不喜欢就不喜欢。他白给我要挂架，包括多少钱，白给我我都不挂的。到艺术家村走一遭，会给你带来不少的惊喜。就在那天早晨，我们在拜访画家钟兆的时候，见到他与邻居闲话家常。就在三言两语之间，他以他敏锐的目光发现了邻居一年多来的秘密。他居然偷偷地在家里画起画来。摄制组当然不放过这样的机缘，紧随着这位亲切腼腆的大婶到他家去看他的画作。去年开始就受我租房的画家启发，然后一开始我就说绣鞋垫了，然后那个老师说你别绣鞋垫了，看您这颜色搭配多好啊，画画吧。那我说是吗？我说试试吧，试我看看行吗。他然后一点点，就是这不是一开始跟纸板上画画画，但是完了跟画布上画，然后我一看，就是我请老师看了，老师说画还行，颜色调的挺好。然后就说我这不就一点点就是坚持下来，受这些画家们的启发，一点点学。我看我说人家能都能成，我这要坚持下去就也可以能成。最初上下院的领导和画家们一起合作开办美术。